JoJo， 你知道我在这个节目第一次哭的时候是因为你吗？当时在书舞台，你说过一句话。我其实不怕自己的评级很低，我怕的是别人说我不适合。只要这是你想做的，并且你用尽全力去做，我觉得你比所有人都更合适。然后最后还是谢谢 PD 在节目中就是给我带来特别多的心理帮助，然后没有当时的一番对话，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。